正在热播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即将迎来大结局。近日谈到青丘、帝姬、白浅哪个角色最考验演技时，大幂幂说：“我从来都是一个演技派，我从来都不是偶像派。”为了还原三个角色的不同状态，他想尽了各种办法。拍司音之前，我就会对自己说：“我只有16岁。”而在拍白浅之前，就会喝点啤酒。而素素更多的是演出初恋的感觉。杨幂甚至和赵又廷及导演进了一个微信群，专门讨论剧本，经常会讨论到深夜。而此前凭借一双美手上了热搜的夜华大大赵又廷，也于昨晚上线晒图，生气的夜华君手都肿成猪蹄儿了。再看看这一言不合就开车的夜华君，真是让人羞羞呢。这难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？我对夜华的心思竟已经龌龊到了这个地步了。我的衣服呢？我嫌麻烦，又发书变错了，又发书变错。芒果捞新闻，想问一句，现在上车还来得及吗？好的。